5.09% cashback 3300，老威哥房贷 refinance 经验分享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利息是 2.19%，拿了 CT 6000刀的 cashback， 还发了个视频，记录了当时的舒适体验。也是咱大意了，没有闪。经过了5连鞭的摧残之后，就变成了这样。前几周呢，果断再跳槽，今天 approve 了，结果很满意，3300刀的 cashback， 这力度肯定没有去年大了，利息 5.09%。虽然还不算太拉垮吧，终归比去年多了2倍多。真的是带着老婆孩子出了城，吃着火锅唱着歌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。此时此刻呢，吟诗一首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银行依旧笑春风。大银行们啊，还是趁钱的，好好找 broker 帮着聊聊，咱们还是能站着把这几千刀给赚了的。你是想站着还是想挣钱呢？我是想站着，还把钱挣了。海边老威，下期再见。